最受欢迎乐团 TFBOYS。 欢迎 TFBOYS。 欢迎，哇，好可爱好帅气哦。今天你们两个跟在红毯上完全又不一样了。对，红毯上两个人是比较帅气，就是商务小风格，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舞台造型，对不对？对对对，是。然后这次拿这个奖开不开心？开心开心，那也非常感谢咪咕音乐对我们的肯定，给你们肯定。那这次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小凯和静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咪咕会，对不对？对。对我们咪咕会的感觉，有没有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就觉得很高大上，然后有很多前辈艺人朋友们都在。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艺人，将来想跟他们合作啊等等的？我当然杰伦老师，杰伦哥。哦，站谁？我选择杰伦战队，是不是？对。就很多很多，就是都认识，然后都认识，也很好的前辈老师，嗯，都很喜欢就对了。那这次呢，王源很可惜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对，为了弥补呢，正在收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好像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去爆料一点王源平时的趣事给我们？对，趁他不在，偷偷跟我们说吧。我下来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在拍那个我们的时光的 MV 嘛，因为是在那个滑雪场里边拍。所以就是争分夺秒去滑雪，是。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其实雪道是挺高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单板嘛，但王源就是双板。你们是单板啊？对对对，哇，很厉害，单板。但王源单板呢就很难刹车，所以他就对啊，就很摔倒。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后面 S 型一直滑滑滑滑很久。然后本来说好的大家一块下去，结果我们在下边中途等了他十分钟。他在上面干嘛？就是他一直很慢的在 S 型。对对对。回旋就对了，是不是？所以他运动细胞是不是没有你们发达？没有没有，因为那个确实双板太高了，会很危险。对，哦，明白明白。谢谢。有没有什么要爆料的？其实最近我们三个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拍这 MV 的时候，对对，所以也是这个事情一样的。对，就我们要听一些特别的，对不对？对，你肯定有些料，只是不想跟我们讲了。那我讲以前的吧，就是以前，你看果然有，就等我们再稍微一聊就出来了，对不对？就是以前拍《大梦想家》MV 的时候，对，然后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地上都是雪，然后但那个雪是那种化工盐，就是那种道具，道具类的，对，然后就是到泼到人身上会对人皮肤不太好，是，然后当时就是有现场道具老师来说，就是说。看着我们点，就别让我们拿那雪到处泼着玩。对，然后我们转身一看，然后就看王源拿那个雪就一直在后边追着工作人员的扔。哦，真的啊？所以他不是抱着他告状啊，就说他王源不乖，好淘气哦。淘气，最淘气的是他，是吗？啊，两个人，你像就是云游四海，不知道在想什么。对，因为那个电视在放嘛，就啊，是。那这次拿这个奖了，你看现在已到年末了嘛。年底，然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一年一年的，对对对，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作为像你们这样艺人，就一直在忙，一直在忙，而且还有课业等等。那在2018年有没有特别想给自己放一个假呀，或是怎样的一种小心愿？肯定是有这样一个心愿嘛，就谁都想放假，对不对？对，大家都其实想给自己一个假期去休息休息。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看自己的状态吧。是，对对。所以状态就不需要放假哦。对，现在状态其实还行。对，哇，你看，管年轻啊！真的，我觉得我一年12个月，差不多要放假11个月，一直要休息。那我们差不多，差不多。哎，其实我听说那个千玺最近刚发行的那个英文单曲《Nothing to Lose》是非常有背景的，因为他是跟自己的你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 曾经御用的团队进行了合作。哦，对。所以他是就是越长大越酷就对了，我觉得是不是？谢谢。你要说他酷，他很感谢就对了。我们今天呢要特别谢谢你们，然后呢可以帮我们呢完成一个礼物，就是呢有请我们的黑胶唱片来，黑胶唱片上台，让我们的两位嘉宾在上面呢签名，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咪咕的拼图，稍后呢由你们作为最后的嘉宾来完成我们今天咪咕娃娃整个群星的造型。对，哇，对，就差最后两块了。好，先签黑胶好了，好不好？黑胶呢就在这上面签上名字。哇，帅气的签名。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咪咕娃娃的拼图。对，他们两个一签，整个我们的活动就完整了。嗯，天哪，好感动。好，你们两个一人拿着这个拼图来跟我走向，我帮你拿奖杯哈。跟我走向，谢谢。我们最后的这个
背板，所有的直播收看我们此次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的两位帅气的成员。哇，你们迅速就拼上了是吧？哇，迅速完整了，这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咪咕娃娃，也特别谢谢二位，谢谢，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无论影视音乐等等都一切顺利，好不好？好，来你们奖杯，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本期的直播也结束了，特别感谢今天呢由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咪咕音乐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人工智能领先品牌科大飞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冠名的第十一届音乐盛典，我们的咪咕会新闻直播间呢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再次祝大家晚安，同时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谢谢，拜拜，谢谢，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拜拜。